我觉得非常的期待，因为我觉得 Vivian V 姐她已经不只是一个歌手，或不只是一个演员，我觉得她是一个超越世代的一个传奇性人物，所以她第一次要站上小巨蛋，当然一定要风雨无阻的要赶来这样子。你们最期待她唱哪一首歌？我自己很期待她唱那个黑色饼干时期的，然后还有巴郎欸，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跟他的粉丝都已经年龄层已经分布太广了，所以他选歌上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然后每一个年龄层的阶段的粉丝都很希望听到他唱自己心里面最想听的那一首歌。所以黑色饼干时期是代表说从小听到大吗？欸，当然我小时候也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觉得黑色饼干他的那个时候的他就是活力满满，而且又超级可爱的。对啊，那最近会不会也想说，欸，之后可以再就是有一些工作的计划？哦，很期待，因为上次 V 姐有说，因为我们就是大家都是319那一天生日的人，我今天有带一个哦，转一圈，欸，319的帽子，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写一首关于319的歌曲这样子，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讲说3月19号出生的人都很伟大，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叫任达华。哦，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说那我们来写一首319的歌，我想说好啊，希望之后可以有机会这样子。会找达哥一起 feat 吗？欸，我觉得是蛮好的 idea 了。好，期待你们的作品。啊，谢谢。开始的时候就蛮期待，然后也很开心自己有被邀请，然后蛮想听他唱《巴郎欸》，因为是古伟的歌。那会跟就是从古伟到，那个其他歌是有听过的吗？有啊有啊有啊有，《再见错的人》之类的。那还会期待跟他一起合作电影吗？我觉得有合作的话，应该都会蛮期待的，好像。不是特别要什么形式的，因为真的蛮久没有见到本人了。谢谢，谢谢。闪光灯呢？我跟你讲，他，我觉得他应该会比我更想当明星，因为他现在不镜头，然后又我第一他看到闪光灯完全不畏惧，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以后比我更厉害。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就是有这么多闪光灯在拍。其实米台木没有真正的这样出来，就是外面这样子。可是，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认出米台木，然后才叫我的名字的，所以他的人气比我高很多。然后，那米台木他就会按这样子。会伤心吗？不，就真的很，就米台木，你看，然后很厉害，而且就是。我其实我在怀孕的时候，我都让他看很美好的事物。我想说，他现在长大了，也要让他看漂亮的姐姐，他以后也可以很漂亮。所以今天也是米台木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嘛？人生第一场，而且第一次就是出来看到这么多人，这大阵仗，这都第一次。欸，好可爱！而且他刚才你在指哪边有闪光灯，他往那边看。对啊，而且你看大哥很厉害，拿钥匙什么时候出来了，他就很淡定。然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出来看演唱会这样子。好，那聊聊你们好了，就这次来参加演唱会嘛，那会不会有什么期待 V 姐唱哪一首歌呢？我跟你讲，因为他就还好，因为毕竟他喜欢的都是比较那个。其实比较特别的，然后我是超爱徐若瑄，因为我从小时候到长大，我唯一爱的跟追的女星就是徐若瑄。那我连她少女队的那个歌我都背好了，对。然后我期待最期待最期待她唱的是，我希望她可以唱《美人鱼》。对，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美人鱼，然后我也很喜欢那首歌。就现在来个一句吗？不用啦，只是我害羞。对啦，可是我可以那个第一杯金可可可惜的青春。算了，我还是不要唱歌好了。留给我，谢谢。写的歌吗？有没有哪一句很期待的歌？我今天已经准备好要在包厢就是大唱一波，喉咙可能会破掉，所以我还准备了喉糖。真假的？对。那他唱的杨哥的唱，肯定。叫我妈，说这个，哎，没，那现在暖，我不好，啊，
的是关键。没错，就是一定要切入。因为其实从这个一块放不下的话，到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价值，或者是去到一定程度上喜欢，都是一个契机。好了，来，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超不容易。对，我觉得一定就是最经典的时间。我一定要你去 City， 唱给你听，那就是漂亮。谢谢。我完全都没有任何，之前都没有特别。完美。期待一点后来
这样就可以，就是因为毕竟也结婚了，很多人也不想要离婚，但是确定买的时候，但是我结婚的时候，谢谢。